状况啊，他又在问啊，他说：“回答我这个祖师，就是这个你啊，你到底是悟了没有啊？你到底是开悟了没有啊？你到底是有没有开悟啊？回答这个佛啊。”那么南无祖师就回答他：“我不知道。”那么因为跟不相应啊，不相应，说这个南无祖师就离开这个北方啊。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不是那个做一根那个竹子吗？然后渡这个长江南下，啊，这个是很有名的功能。我是问这个呢，巡游是，他说走路走走悠悠那靠，书友呢也在那过了，你得问呀。哦，那么老师说呢，像连我弟这样的心态，我们很多学佛人都有。啊，我那个这么有修行哈，这个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了，我们就太执着哈。那么一起执着呢，所有的修行都不是修行了哟。你说人所懂的都不是真正的懂的，都是假的懂的哦。那个我是蛮有路，但我外话，我现在工作跟工作的几样东西，工作工难，工作工做什么难题呢？是啦，外话一在，他做这种干嘛要做什么个？哦，买的工作工，面子给做烂了吧？这个有，我这哪儿嘛呢？我那个是谁让我爱去的？有的么？困难就弄不得，那得爱情，再来就得，后来是就得，或者有时候我咋的？南无一定不能。那么呢，这个呢，我弟因为他不了解这个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呢？他一听到就说，因为他以为他以为啊，他做了那么多善事啊，竟然连一点功德也没有啊，他觉得很意外呀，所以他就访问这个达摩祖师啊，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你都说我一点功德也没有。那你到底是开悟了没有呢？啊，那个就，那么那个导火主就说他不知道啊，哎，就不相信他。原来呢，就是我那个人我做起来了，孤独嘛的，顺的都有的，原来我跟他搞好顺的。哎，那么老师说我们众生呢，这个稍微这个做了一点，就是多捐了，比人家多捐了。快啊！还是就说呢，都做了一件好事啦，我们就会把这个就会供高我慢啦，啊，然后就自己认为这个功德大如天啦，啊，就有这种慢心出来啊。那么说那个说那个是那个就不是真正的那个佛教徒啦。哎，我不管说一万万的什么，九万你那不？老师说我们学佛法的人啊，最忌讳什么呢？最忌讳这个骄慢心，因为我们动不动就起这个骄慢心，啊，做了多少啦，我出了多少钱啦，啊，我们都会起这种骄慢的心。这个我在学红光中做作业，不能再给我买一千万出去，不能我骄慢。那么老师说呢，那个我们现在大家来听闻佛法啦，那么里面有的就是有的已经来了5年啦，有的人才刚来不久啦，有的来了已经10年了啦。那么来了10年，他就有念头，他说：“哎，我是老的嘞，也是新来的，既然的就会老的就会瞧不起这个新来的，然后老的就会一副好像。”很拽的样子，有没有？很拽，有没有这句话？啊，我们这个中佛教这个，因为这个常常有这种现象啊，那么就倚老卖老啦。那老师说这种倚老卖老，这个就执着了，这个都没有学到法的人才会这个样子。嗨，谁在？做个只有点呢。我在说，反正做就会，这种买的东西嘛呢，做就呢，交流嘛西嘛呢，就是，所以我一般这样的么也做了，不是麻烦的。那么老师说呢，就是说跟这个相反的，就说呢，那个原来这个是愿啊，哈，然后就说那个一般如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说人家有扫，人家都没有扫地，你呢就是地板都是我擦的啦，厕所都是我扫的啦。老师说不要去，就是说有这种心啊，这个心也是不好的啦，哎，真是。就是红光的道场呢，那个武教的，念佛的，那个
公園があると聞いたら、はい、そりゃ結構やなと、うん、そりゃ結構や結構やって言って、はい、私もお参りしたいって言って、はい、こうなってきてこそ不器用そうですよ。老师说真正的佛教徒啦，哈，就是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这个道场闻法呢？就说，哎呀，老师要来我来讲法了，啊，感谢那个阿弥陀佛呢，就让老师这样的大德能够到我们的道场来讲法，真难得啊！用这种难得的心，稀有难得的心来闻法，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嗯，自分が仏教徒でありながら、仏教を広が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喜ばない、尊ばないと、はい、価値がない、価値を無視してしまうと、はい、そんな態度はこの無教徒の態度と違う、はい、老师说身为一个佛教徒的态应该有的态度是呢，我们的道场有这个法座、啊、这个要起这种欢喜心，起这种随喜的心、啊、然后呢去叫人家都来闻法、啊、这个因为那个佛教徒是自信教人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啦。那么如果你美其名是佛教徒呢，那我们的道场有这个讲佛法啦，又不没有去这个劝人家来听啦，也没有去我们说打广告啦，啊，然后跟你认识的人都不晓得你那个这里有在讲佛法，那么老师说那你这样的佛教徒就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了啦。所以自分がその道場へ出家するしなくとも、はい、道場ができたらそうや、はい、結構や結構やし、はい、これで向こうが広まるわと、はい、言うて、はい、法の、はい、広まる、はい、法の栄えることを喜ぶ、はい、ね、そういう法論があってこそ仏教徒の資格もある。那么老师说这个对自己的道场是这样子，对，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佛教徒呢，听到有别的地方有新盖了一座道场，新盖了一座新的寺院呐、啊。老师说我们要起这种随喜的心呐、啊，要起这种欢喜的心呐、啊。啊，又有新的寺院诞生了，那个地方的众生又有那个道场可以一直可以听到佛法啦、啊。好，我们要起这种那个这种赞叹的心，随喜的心。所以，佛の栄えることを、佛の普及を喜ぶというね。老师说我们真正的佛教徒呢要欢喜法能够久住世间，好，那么因为道场是弘扬佛法的地方呢，所以即使你没有跑那个道场，知道有别的道场新建立呢，我们要起这种随喜的心呢、啊、だからこのこういう法座を今晩もこの時間まで続け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はい、一番喜んでくれるのは誰かという三千的修补就修。哦，那么老师说呢，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有这个法座，大家知道最欢喜的人是谁？你知道是谁吗？三世诸佛。三千的修补就，那个啦，七级高僧。然后七高僧。所以各种各样，所以有罗汉的菩萨。那个我们前面这一排哈、啊，他们最欢喜，最高兴。所以香港的念佛界蛮安泰的。哦，啊，因为有这个法座呢，所以是个香港的这个本院的教法呢，就是稳定下来的啦，安定下来的啦。所有佛罗摩地啊，不叫做不叫做你，不给人家那样那个的，是吧？自分的什么呢？自分的好きなお寺が栄えるのは良いけど。自分のそれねお寺が栄えたら面白くないっていう、そんなのはこれはもう妄想的な邪心です。好，老师说我们学佛的人哈、啊，最怕有这种邪心。好，那么什么邪心呢？哈，就是说你喜欢的道场，有很多人去，你就很开心。啊，然后你不喜欢的道场，有很多人去，你就不开心。啊、那个道场也有人去，真是好，那就不要起这种心，要那种心就是邪心。好，只要是佛教的道场，有人去，我们都要感到欢喜呀、啊。哎，那所以说我们呢，哎，不叫做不叫做那些。所以老师说，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就要像一个佛教徒。
台湾行きますとね、はい、道教のお寺が、大きな道教のお寺がたくさんあるんですよ。那么老师到台湾呢，最让他最惊讶的就是说呢，台湾的道教的庙啊之多，三步五步就一间是那个庙。普通のお寺なんで、ちっぽけな、ちっぽけなもん。跟这个庙比起来，台湾的寺院很少，因为它就每一个村就有一个庙，一个村就有一个庙哈。道教のお寺はものすごい大きい。而且那个庙一间比一间大，啊，都盖得很漂亮。それでもね、はい、あの道教に、はい、は観音さんがおられるんだよね。はい。那么虽然是这个样子啦，那么至少那个道教的庙里面还供奉的观世音菩萨。観音菩薩はね、道教で変幻自在の姿を取って、はい、教えておられるわけ。这个观世音菩萨变现自在呢，为了要度这个跟佛法没有缘的众生呢。他不得已，他为了要度化众生，后来他就去住在那个道教的庙里面啊，给没有佛缘的人去拜。だから、これから100年か1000年か経ったらね、東京のお寺から観音さんが阿弥陀様の世界を引き出してくれるやろうからね。まあそれまでお待ちしましょうというぐらいのつもりで見れたらいいけどね。所以老师说我。我们看那个每次，刚刚老师每次看经过到那个庙啦，他都会啊，这里有一间庙了，啊，这里有一间庙了。但是老师当时后来就自言自语了，啊，庙也没有关系啊，庙里面有观世音菩萨啦。那么这些拜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众生呢，这百年、千年之后呢，也因为拜观世音菩萨的因缘呢，能够被渡到佛教的道场来啦。所以老师说要以长远心。来看这个道教的信徒啊，哎，先生。そういうちょっとね。はい。時間待ちしないかんぱいなの。何？時間待ち。哦哦，所以老师说呢，这个時間待ち，時間就时间呐，待ち就等待啦，要就说我们要经得起这个等待。要等，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以长远心啊，来看待一切众生啊。まあそのぐらいのゆとりを持って、はい、仏法が盛んになってくださる念仏の教えが広まっていくのをお待ちしましょうという、はい、そのぐらいの腹を、はい、大きな腹を持っ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老师说，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要大度乃容啊，容什么呢？容这个异教徒，这个现，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说，去排斥外教徒啦。那么这个有朝一日呢，你跟他保持这个因缘呢，有朝一日他也会变成佛教徒的啊。そうでないとね。はい。あんまり近目的な、近感的な、ものの見方しちゃいけない。老师说，我们这个佛教徒，身为佛教徒，不要短视。不要，就是说只看到眼前呐、啊，然后就去否定其他一切，不要做这种事情呐、啊，要放长远心啊，很正。だから私はな、この臨済録になる時もね、臨済録なんて言ったら全集でしょ。はい。那么老师说。全集の本を読んでね、はい。全集の人間全集の本を読んで何するのやって、そういう批判の声を。はい。他们在秘密里去卖钱哦。那么老师说呢，这种，我们说的这个，老师说不要短视，这个是很重要的啦。那么老师他年轻三四十岁的时候，一直这个瑞金老师学这个灵济录啊。那么当时很多这个净土正宗的人啊，就批评那个老师他们啊，哈，念佛的人学正宗啊，不，人学禅宗啊。就是说批评呢，那么老师说呢，他们这样都是太狭隘了，视野太窄了啦，哎。对，可是我，長い目で見ますね。長い目で見ていただくとね、素晴らしい仏法の教えを教えてくれてる。那么老师说，当你用这个用广大心来看来学这个《灵济录》的佛法的时候。
或者他是很殊胜的大乘佛教的精神都在里面呢、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跟老师讲嘛哈，啊已经九点了。这个问题就说呢，青鸾圣人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西南雪人的一直帮一代托布罗啊，都过来是干。日本的发展，本安的发展都日本的发展。那么老师说呢，青鸾圣人最伟大的地方是呢？发现哈、啊、自己的发现跟本愿的发现。阿弥陀佛的发现と阿弥陀佛に救われる自分というものを見つけたので。用别的话来讲，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说呢，他发现了阿弥陀佛跟被阿弥陀佛救度的自己。阿弥陀佛を見つけても誰が救われる誰の阿弥陀佛じゃ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わからないのことは自分が抜けそうな。因为你如果光发现阿弥陀佛的话，不晓得阿弥陀佛要救的是谁的话呢？那你那样的发现就不是真正的发现了、啊。这个阿弥陀佛是为谁而来的呢？了解阿弥陀佛吗？是谁的阿弥陀佛呢？以前呢，在福建呢。是。なかなか、はい、リュウの昔からね、はい、お嬢さんがおりましてね、はい、何ぼ言われても、はい、信心がいただけませんって、はい、私が助かる掃除もありませんって、はい、そういうことばっかり言うとった、はい、おばあさんがおった、はい、それが90歳を超えてね、はい、いっぺんお寺の入り口でひっくり返って、うん、で救急車で運ばれた。それから1年か3年かの間、うんうん、まあ療養生活をしながらね、頭丸坊主になってね、そして最後にね、私の阿弥陀仏。阿弥陀仏は私の阿弥陀仏であったと、もう言うことありませんって言って喜んで死んでいったんですよ、うん、誰の阿弥陀仏やと、この阿弥陀仏は誰の阿弥陀仏やと、みんなの阿弥陀仏やと、そんなこと言うてる間はまだまだ登録して、うんうん、この阿弥陀仏は私一人のためですと、親鸞一人がためないと、弥陀の御行周辺の願をよくよく忘れれば一人に親鸞一人がためないと、ここを見出されたのが親鸞聖人の偉いところです。是真人实事啊，在这个广岛呢，哈、啊，这个广岛是日本正宗很兴盛的地方啊，哈、啊，在以前呢，这个一到青鸾圣人的忌日啊，那个市面上你买不到肉，就是你不论走到哪里，哪家商店都买不到肉，他们是那样的兴盛的地方啊。那么在广岛呢，哈、啊，有一个90岁的老菩萨啦，哈、啊，他呢，他闻法哈、啊。闻了这么多年了、啊，他一直很，就是说呢，他听来听闻佛法，那个布教师讲的话，他都知道哦。可是听的时候很欢喜，一出去一回家，他就是说我没有信心，但是发现他还没有被阿弥陀佛救，没有被阿弥陀佛救的那种感觉啦、啊。后来他一直很苦恼啦、啊。那么有一天呢？他又来闻法的啦，就在那个寺院的那个大殿的门，要进来大殿的前面那个玄关的地方呢，跌倒。那么跌倒，因为老人最怕跌倒嘛，就被送到医院去急救了。那么去急救，他就进去就没有出来了啦，就在医院里面啦。那么
那个老师就去看他啦、啊，哈。那么看他那个老菩萨啊，他就因为那个他没有拿拐杖嘛，他就贴着这个桌子这样子走，然后因为跌倒嘛，那个脑开刀啊，他的头就是短发，就是五寸头，哈，然后这头发短短的，然后他个子小小，就这样子走路啊。那么他看到老师，他就很开心啊，他说老师啊，请为我高兴啊，我终于找到我的阿弥陀佛了，我的阿弥陀佛啊。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为什么会没有感到自己没有信心，没有被救的感觉？因为他都认为阿弥陀佛是大家的，不是为我一人而来的阿弥陀佛啊。可是当他这个跌倒啊，就是碰到那种死亡边缘的时候呢，他就是90岁到90岁为止所闻法的就成熟了啦。他那个时候他就发现，原来是我的阿弥陀佛啊。所以那个之后他就已经不再讲他没有信心了，不再讲了，因为有自己有没有信心已经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是我的阿弥陀佛啊，不是别人阿弥陀佛，是我的阿弥陀佛啊。嗨，先生，嗨，そうです。嗨，だからね、私の阿弥陀様というところに、私と阿弥陀仏は今日一体僕も一体になってこなかったら嘘なんです。老师说这个我的阿弥陀佛有没有？这个我就是机，阿弥陀佛就是法，我的阿弥陀佛这个当下就是机法一体，佛法一体了。先生，それまでの阿弥陀仏はこのお祭りしてる阿弥陀仏だけお祭り。那么当他还没有信这个信念出来之前呢，这个他所听到的阿弥陀佛跟他所想象的阿弥陀佛，都是被供奉在前面的阿弥陀佛。だから自分が死んでいる時になったら、私の阿弥陀佛じゃなかったら死んでいけへんよ。所以我们那个死的时候，如果没有我的阿弥陀佛这种感觉的人，他死不掉哦。他跟阿弥陀佛是有距离的，这个时候是没有距离的。だからそこに生きても死んでも阿弥陀如来と。所以老师呢，这个是瑞金老师他所做的正道歌啊，阿弥陀佛知道，本尊のにお祭りしているのは阿弥陀様は知ってるけど、自分から離れても。那个哈、啊、生也好死也好，皆在弥陀如来的手掌中啊。这个世界就是机法一体的世界啦。那么如果你把阿弥陀佛就当作是我们膜拜的顶礼的对象的话，你跟阿弥陀之间还有距离啊，那你就没有这种感觉出来了啦。这是摩尼多子阿弥陀佛的那种脉吗？啊，信一点点吗？信点吗？哎，摩尼多子。好，另外一句话哈，这个是一句啦，啊，生也好，死也好，皆在弥陀如来的手掌中。另外一个是呢，生死呢，皆与佛同侣呀、啊。嗨，先生，嗨 ，OK， 好，这个是吧？嗨，我就啊，不，这个，这个没事。是啊，这个是吧？嗨。是啊，我就要通过，我们就用嗨，那因为时间超过了，所以我们就讲到这里。好，明天再来。好，阿弥陀佛。人生难受，今已受。佛法难闻，今得闻。佛法难。
深度，此生不像今生度，更像何生度此生，更像何生度此生。大众当自心皈依三宝，有大众当自心皈依三宝。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看这个佛书啦，如果加上个人的见解的话，就是灵魂。我们说，我们把你zero你是零，你是，我给我一下，从这里zero嘛，百点的。哦，那么老师说，当我们这个用这种无我的心来读乐章的话，不要加上个人的见解来读乐章的话，来乐章的话呢，老师说这时候的灵魂就是百分的。当然来说呢，自分は分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やつは、これ百点の零点ですよ。那么老师说，如果我们读了佛书啦，有这种啊，我懂得这本书了，这本经的，有这种我懂得的心的话，老师说这个是百分中的零分。だから仏法は一心一意妙がなかったら、どれほどお経を読んでも、みんな。零点的说，他不是他不是那零点的。那么老师说，这个在佛法的世界中呢，如果我们没有一心归命啊，对佛没有其中一心归命的话呢，你不论懂多少都是零分。せっかくの仏法の法があるのに、法を見なくして自分の画面を見てるんでしょ。那么老师说呢，这个。佛法呢，这个佛法，我们学佛法的人呢，这个很遗憾的说，在这个学佛法的当下呢，加入这个我见，我的见解呢，那么老师说这个就是灵魂呢。所以做功吗？这样我需要谁做？那么老师说，我们学佛很容易走错路，就是在这里。落入这个我见，用我见在解释佛法。所以读佛经，我经用的，我经用的。有没有？那么如果是用我见来读佛经的话呢？虽然是读佛经，可是但却不见佛经。那个自分で道を見つけるんじゃなくして、道が道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よ。所以老师说呢？我们说求道啊，学佛求道有没有？那个不是我们去求道，而是这个道来教我们，来教人啊。是这个道，是这个法来教我们的。だからここの道場でもね、ここの道場はどこを通っていくんですよということは、道場が教えてくれとね。自分が道場を知って相手の時なの。道場に導かれて、ここへやっていく。所以老师说，我们大家来这个佛堂有没有？不是你自己来的哦，是这个佛堂让你来到这个地方来闻法的哦。だから道が道を教えてくれる。自分が道を歩んでくると違う。所以老师说，我们呢，
我们说我们求道有没有？是这个道来教我们啊，不是哈、啊，是道来教我们，不是呢我们呢能够找到这个道的哦，是道来找我们的。そうすると、大方の人は自分が道を歩いて、自分が道を歩いてきておる、通ってきておる、車で運転してきておるぐらいに思っているね。但是一般我们人的想法就说，是我去修行，我在念佛，我在开车，啊，都是一切都是我，我在干嘛，我在干嘛。所以说，道が道を教えてくれそう。好，那老师说，佛法的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佛法的世界是道来教我们，来教人。だからここまでこの道場をやっていけられるのは、この道場へやってこられる。道がこの道を行きなさいよって教えて、その道の通りに連れてきてくれると。那么老师说，我们能够来这个佛堂有没有？这个表面上好像是我们自己脚走路来的啦。那么老师不是的，是这个佛堂啊、哦，来这个佛堂，佛堂能够教给我们正确的这个佛法，所以我们呢来到这个佛堂，愿意来到这个佛堂来听我佛法，所以是这个法的力量。だからそういうところでね、知恵の眼が、知恵の眼で持って、真を見て、その真の真実のに引っ張られてやっていくので、愚言謙信、能と悲願という。所以那个《无量寿经》里面他就讲啊，因为呢。你这个要知道道在哪里的话，啊，就需要这个智慧啊，啊，所以呢，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就是说，慧眼见真，啊，能度彼岸。哎，先生。慧眼见心，能度彼岸。哎。所以说。ちょっとこれ一時抜けておるけどね。はい。真を見て悲願、よく悲願に通すところ。はい。悲願へ引っ張られていくのは、真が引っ張っていってくれる。はい。那么呢、老师、这个书是瑞金老师勉励老师的呢、就是赞叹那个青鸾圣人呢、好、那青鸾圣人被封为这个鉴真大师呢。那么老师又说、我们能够到彼岸是什么力量渡我们到彼岸呢？是真。真理的力量渡我们到彼岸的哦。这个この真を見つけたい人が偉いんだよね。所以能够找到这个真的人最伟大，找到这个真理的人最伟大。真道が道を教えてくれるんですよ。はい。これを皆さん十分。那么。腹に入れてください。所以老师说，我们大家要有这个信念，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呢，这个真。这个真是什么？真教给我们就说呢，是道，道在教道，不是人能够教道的，是道在教道哦，教给我们道哦。嗯，だからそれを昔のね、あの偉い人がね、日本の偉い人がね、極楽の道は一筋南無阿弥陀仏、思案苦悩の脇道をすなと。はい。三摩訳覧という大きな大事件があったんでね、この時の最後の辞世の言葉ですよ。極楽の道は一筋南無阿弥陀仏、思案苦悩の脇道をなんて考えたらダメと、道があるから行けるんだよ、考えたから行けると違うと。だから学者になると考えるんだよ、医学だと考える。これが一番危ないの。先生、あの思案苦悩の脇道をすなですね。極楽の道は進んで南無阿弥陀仏。思案苦悩の脇道をすな。脇道ですね。その中で、ね。はい。すな、これでよろしいですね。そうそうそう。道があったらいけるんやな。はい。道がなかったらいけへんやな。那么这个在那个是净土真宗这个教法里面很有名的这个三业惑乱呢、啊，那么三业惑乱最后是这个大隐法师呢，他去就是
他破掉那个对方的邪见呢、啊哦、那么这个大英法师在日本是很有名的啦、哦、那么呢在他最后这个留给后人的这个法语是什么呢、哦、这个忘极乐之道、哦、只有一条啦，是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意思，因为他这个也有押韵呢、啊哦、所以就是说这个极乐之道 为一条南无阿弥陀佛啦、哦、那么呢施按功夫的哈，这个瓦基米吉，瓦基米吉就是不要走那个旁门走道，哈，这个施按功夫就是我们凡夫的伎俩、思虑、之见啊，就说呢，这个不要就说走到那个凡夫之见的旁门小道去，这样子哈，你们自己写哈，这个是旁门小道啦哈，就是凡夫的之见的旁门小道去，施呢就是否定。不要掉到那个凡夫哈之间的旁门小走道去啊。那么表示说呢，这个会有这个施案功夫的人谁最多呢？然后学者最喜欢施案功夫，学者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之见呢。哎，我不知道不能明显看到一个字。老师说不是我们能知道能够走这个白道的，是这个白道来跟我们讲往这里走，往这里走哦。だからその道を発見する。道に教えられて道に気がつくと。那么老师说呢，这个让这个道交给自己，这个道在哪里？老师说这个就见真。それをその道を発見した人が高僧と言われる。那么发现这个真理、发现这个道的呢，就是所谓的高僧了。それは智慧の眼が真を見て、そして後の人々を皆そこへこう引っ張っていく。那么为什么能够见真呢？就是因为是慧眼。それを那么慧眼见真干嘛呢？就是要引导我们后人，引导后代哈，生在那个。后代的我们呢，能够跟着祖师走这条路啊！哎，慧眼见真，能渡彼岸。哎，所以这个在《无漏经》那慧眼见真，能渡彼岸。这是《无漏经》里面的话。その慧眼真を見た人、それがその人に会うということが大事なこと。那么老师说，我们学佛呢，我们就是要遇慧眼见真的人。因为我有见真的人呢，才能够引导我们走真正的路，走真理的路啊。自分が探したってなかなか道は見えへん。老师说，我们凡夫不论这个拼命怎么样拼命去找呢，也找不到真正的路啊。だから道を発見するということ。所以这个我れは大変なこと。这个见真同时也可以说是见道啊，发现这个。真理之道啊，老师说这个是一件那个很相当的事情，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哎，这个道やりすでに我が往生、往生したりと喜べば、道の主なる弥陀如来、招き賜うとありがたいやつ。これがご案内。招き賜うとありがたいやつ。自分が道を探してやれやれ言って道に安心してる。他说呢，道在这里了哈，道在这里，道在这里了。
すでに藁を用意したり、と喜びは、用意したり喜びは、用意したりと喜びは、用意したりと喜びは、对对对，毕竟那种米单牛奶，就说呢，这个啊，这个道在这里，道在这里啊，就说我往生的路啊，已经呢被成就了。那你信息，我往生的路已经被成就了，好。那么这个道的主人是弥陀如来呀、啊，啊，这个道的主人的弥陀如来在干嘛呢？他在跟我们拿来给就是召唤我们来呀，啊，所以呢，就说这个道的主人的弥陀如来他在召唤我们来呀，阿弥陀达呀，就是说很感谢，要感谢感恩阿弥陀达，看阿弥陀达，感谢。所以这个字啊，蛮不。那么老师说。这首诗哈的心境是什么呢？是肚子饱的心境，他已经吃饱了。それを自分でどの道行こうかと思って探してる間は、もう苦労するわ。えらい。那么老师说，如果那个道在哪里你不知道，没有找到这条道的人呢、啊，你偏偏在找不晓道在哪里的人呢、啊，他是那个。真的是很辛苦的啦。所以，从那边经过，把东西上下去，做一生圆满的。那么老师说，那个你如果不晓得道在哪里，你就要骗学一切法，那个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当你不晓得哪一条路才适合自己走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去骗学一切法，你才能够找到你要走的路啊。一生圆满的得有没有呢？那么老师说。没人所以说骗学一句法讲是很容易的，叫我们去看《大藏经》，一个字也看不懂啊。その一切経は、南無阿弥陀仏というお読み物になって、来という。那么老师说很，就是说很难能可贵，就是说呢，这个一切经这个法，一切经的法，这个佛法呢，它化为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来就说原来这个我的信心在哪里呢？我的信心在弥陀如来的召唤声中，啊，这个是这个弥陀如来的召唤声中呢，有我的信心呐、啊。原来不是我要准备好一个信心去给阿弥陀佛救的啊，哎。私の信心は阿弥陀仏の呼び声の中にあったと。奇妙本願召喚の直面なりと。来呀来呀来呀，他们都在召唤我们去啊！啊！家のママが小さな子供に来言ってくださったら、もうそれでママは心配することいらんやろ。那么老师说，你可以看那个小朋友有没有？小朋友那个刚学走路的小朋友了，妈妈来呀来来来，妈妈这里来，妈妈这里有没有？那个孩子跳到妈妈那里去，那个当下就是安心的啦。そのママの言うことが信用できないと、小さな子供を取り入れて分からへん。那么小孩子能够，他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他虽然走路摇摇摆摆，但是他妈妈在来呀来呀，来妈妈这里，来妈妈这里呀。如果这个孩子他如果不是把妈妈当妈妈的话，那孩子他不晓得何去何从哦，他不会跑到妈妈那里去哦。就是因为妈妈给他安全感，所以他虽然走路会摇一摆，他会。
一摇一摆，他能够走到妈妈那去，那就是对妈妈是百分之百的信赖，才能够就不怕跌倒走到妈妈那里去哟、哦。だからこの阿弥陀仏の大きなママが来来来来何時新少年にして大事にたれ、我よく何時を守らんと。所以老师说，这个阿弥陀佛是我们的大妈妈，她也是一样啊。如意心正念直来来来来妈妈这里，我的护乳都不会多余，所以我知道后面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呼唤声呐、啊，这个大拇指母在呼唤我们呐、啊。すべて追加の何時出せんことを忘れない。どんなことがでも、危ないことはないよ。ママがついてるから大丈夫。这个众不畏多于水火之难，有没有？就说不论好你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呢、啊？这个不论有什么样的业障呢、啊？来来来，不要怕，来阿弥陀佛会保护你。それは阿弥陀佛のママを忘れてしまって、自分が行こうとするから、どう切ったらいいやろかってそんなことばっかり考えて。但是很多人就听不到这个阿弥陀的呼唤声，听不到阿弥陀这个大慈母的呼唤声，很多人他就准备信心，好，要准备很多东西才想说阿弥陀才要救我。老师说，那个就是怕这样子的话，就不晓得要何去何从了。那个叫做自立的心呐、啊，自立的执心。だからこの何人信少年にして大事にしてね、我よく何を守らぬ。はい。すべて水管の何人。ことを恐れることはいらんだよと、はい、ママがついてる、阿弥陀がついてるから阿弥陀がついてる限り阿弥陀に任せようと、阿弥陀が減ったらダメと、はい、所以我们后面这个啊，如意心正念直来，我能护汝众不畏堕于水火之难，有没有？这个是善导大师恩和百道里面的话啦、啊。这个同时也是阿弥陀佛作为大慈母的声音，阿弥陀佛的召唤声呐、啊，好、啊，在召唤我们的声音呐、啊。不要忘记阿弥陀佛在召唤我们呐、啊，哎。だからこれが大乗仏教の中の一番の目玉。老师说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眼睛。だからそれがあの二阿弥陀仏になってる。あの絵とこれと一緒。这个我们用图表示出来就是这个恩和白道的图，在我们后面有没有这个恩和白道的图？それを自分がね。阿弥陀仏を信じるんだ何年にこと言うてたらこんなものは、はい、みんな大間違い、はい、所以老师说我们念佛的人啊，如果你以为是我信阿弥陀佛，有没有？老师说那个就是错的了，不是我们信阿弥陀佛的，是阿弥陀佛召唤我们的。だから親鸞聖人がご信心はお呼び声だよと、阿弥陀仏の来来来来と言ってくれてるこのお呼び声のほかに私の信心なんかないよと。所以那个清凉圣人说呢，这个信心，哈、哦，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弥陀的召唤声。その阿弥陀仏の奇妙本願召喚の証明なりというこの心がなかなかわからない。はい。那么老师说，我们学这个本愿最难懂的就是呢，归命哈、啊，如来啊，阿弥陀如来本愿召唤的次命哈、啊，召唤的次命了、啊、哈、啊。这个归命呢，这个归命的心呢，一般人很难理解啊。啊，先生。那个，我们那部《弥陀经》是以南无阿弥陀西藏古文的脇弥陀是那种有，这么大的阿弥陀经的佛。老师说，みんな自分で、はい、あやこやちゅうで考えて、ここで考えとるから。老师说，我们念佛之所以会感受不到阿弥陀佛的那种慈悲、那个爱心，有没有阿弥陀佛的母爱？就是因为呢，我们不了解阿弥陀佛是一个大慈母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刚才写在这里，现在已经擦掉了，哈，极乐哈，往生极乐的路哈，只有一条了，南无阿弥陀啊，哈。就是说，不要搬出凡夫的自见来，有没有？这个呢，为什么会搬出凡夫的自见来？就是因为我不晓得阿弥陀佛是伟大的慈母。だからその阿弥陀佛の大きな道に目を明かしてもらったお方を見つけたら一番。那么我们不晓得要何去何从的人，那么老师说最聪明的人就是怎么样呢？去一直
找到南无阿弥陀佛这条大道的人，去一直这样的人去跟着走，他就错不了了。それが誰か。那么发现南无阿弥陀佛的人是谁呢？それが高僧。发现南无阿弥陀佛这条大道的人，这条白道的人是谁呢？就是高僧们，高僧大德们。それが中国では伝道大師、あるいは道南大師。那么日本では親鸞聖人。那么在发现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条白道的人呢，在中国的祖师就是坛南大师呢，道座禅师啦，那个善导大师啦。那么在日本就是圆信和尚，就是法然上人。自分で考えたら、みんな間違う。那么老师说，我们反复用我见去想的话，全部错误。読み聞き、伝統も持たんと歩いたら、暗がりを。那么老师说，我们凡夫的知见就好像在走夜路一样啊，就好像走夜路没有灯一样啊。那么你走夜路没有灯的话，很容易迷路，很容易迷失自己呀。光に覆った人に覆ったら、その光に行かされていく。那么我们在走这个暗的夜路呢，需要什么？需要这个明灯啊。那么高僧大德的教法就是明灯呢。让我们能够走出这个迷路，走出这个迷宫，走出这个迷路出来呀。凡夫というものは自分に光がないんだから。什么叫凡夫呢？凡夫就是暗的，没有灯的，没有灯的存在。我们是没有灯的存在哦。凡夫は自分から出てるものは煩悩の暗がりばっかりや。老师说，从我们凡夫跑出来的东西呀、就是无明烦恼。那么没有烦恼就是乌漆嘛黑的东西呀、だからみんな暗がりの方へ引っ張っていく。那么因为我们凡夫跑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无明烦恼啊，啊，所以我们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啊？要不就跑到黑暗的地方去啊。煩悩は暗がりの悪いところへ引っ張っていく。那么所以我们那个无量寿经不是讲吗？我们是从明入明，有没有？好，从苦入苦哈。それをこんなとこ行ったらいかんよって言うて。光を放ってくれるのは南無阿弥陀仏の光だけ。那么因为我们凡夫有的是无明烦恼啊，那我们因为我们有的是无明烦恼，那么无明烦恼又牵引我们入无明烦恼的地黑暗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只能由那个恶道入恶道啦。那么从把我们凡夫从这个黑暗的地方带到光明的地方了呢，就是这个无碍光如来啦。这个自分で考えたら、みんな。那么老师说，因为我们凡夫是这个无明暗的存在啊，所以用凡夫的我见去想的话都错了，一想就错了。だから、この世の大学まで行っても、この世の大学もみんな人間の煩悩の大学だから。老师说，即使啊，你已经那个人间大学人所办的大学，你已经毕业了。那么说，人所办的大学啊，是无明烦恼的大学、啊，没有。本当的ものは何か。所以老师说，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真正的东西是什么？真正的真是什么？本当的ものは南無阿弥陀仏の光。无量有无量果，果应该很多的。真正的真是什么呢？真正的真唯有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无量光，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真善美的真哈。これが真実や。这个是真实，无量寿、无量光才是真实。それ以外のものは、みんな煩悩の欲に欲から出ておりやってから。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他都是无明烦恼的产物啊。みんな真っ暗闇の闇ばっかり。因为是无明烦恼的产物呢，所以是黑暗暗。だから自分を暗闇引っ張っていく。間違ってしまう。黑暗暗啊，那么也因为是黑暗暗呢，所以我们让这个黑暗暗的业力牵引的话呢，只有朝这个地狱去走啊。そんだけまず最初に浄土真宗というものに入るときにはそこまでをそれをまず押さえておかんというか。那么老
老师说，以上讲到这里是我们学净土真宗人的这个该有的这种尝试。哎，老师说你如果没有这种基础，这样的基础的话呢，你要学真宗，你会学没有。もう少し人間というものは、自分というものは、はい、確かなもの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るやろうけど、それが皆もそうです。那么或许我们或许在座的大家，你们以为啦，这个人呐、啊，这个人总是有一点好处吧，有一点多少有一点用处吧。那么老，如果这样讲的话，你错了。我们吩咐有的是什么呢？物所，就是那虚假不实。好，虚假不实。浮世に住める自分は、空ごと、川ごと、まことあることなし。这个老师现在讲这个日文，就是我们人住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人都是怎么样？都是虚假不实。それを自分の中にまことがあるもやに思っているところに、はい、もう無の高上がりがある。如果你认为这个虚假不实的这个人生里面还有这个实在的东西的话，那么老师说这个就是邪见骄慢。人間というものは、みんな金貨が狸と一緒で、人を騙すだけの家しかない。老师说人啊，人什么最行呢？老师说骗人最行，所以老师说人啊，有的是什么伎俩呢？是狐狸的伎俩，很会骗人，以为很会骗自己。是我騙ますから自分を騙される。因为骗人，所以自己会被骗。お金に騙される。好，我们人啊，被钱骗啊。財産に騙される。被财产骗。啊。健康に騙される。被健康骗。啊。だからちょっと元気なとね、死ぬこと忘れてしまって、死なんぐらいに思ってる。那么什么叫被健康骗呢？老师说，像大家现在没有病啊，你们就忘记自己会死。对呀、啊。有病になったら自己お医者さん行く。好，然后。お医者さん行ったって、自分の病気は自分から出た病気で、自分の病気は自分に原因があるの。那么老师说，我们。お医者さんに治してもらえへんねん。有点小感冒，我们就赶快看医生拿药啊，因为要赶快好啊。那么老师又说呢，这个。病是从哪里来啊？病是从自己的业力来的、哦。那个业力业病呢？医生治疗治不好。毒を飲んでも医者が言ったら、毒が消えるまで飲んでる。飲んだ毒は必ず自分に回ってくる。那么老师说呢？你喝到毒药的人呐、啊，以为去找医师就可以把这个药个毒药毒给解了。老师说，即使你那个喝毒的人，喝了毒的人，即使你找到医师，吃到了药啊，那个毒性会那个是跑遍你的全身呐、啊。毒のお酒を飲んだら自分が毒に酔っていかないよ。哦，是说你喝了毒酒的人呐、啊，你全身就要受到那个毒酒的毒啊。煩悩の酒を飲んだら、煩悩の毒性が自分の体に回る。哦，那么老师说。老师说了。我们在座的大家呢，如果喝了烦恼的酒的话呢，你全身就会烦恼啊，也就是说这个烦恼的罪啊，你喝了这个烦恼酒的人，你就被这烦恼酒所醉，然后就会烦恼，然后就会痛苦。来来，你莫说不用的，不做难以，因为我就做不准。所以老师说，我们不要忘记哈。这个就是说，当我们那个烦恼来的时候，不要把烦恼啊怪罪别人，因为是什么？自业自得啊，自业自得，自己造的业力要自己去承受。それでもなかなかそれがわからないのが煩悩というもの。但是很遗憾，就是说不了解这个自业自得的人就是凡夫，我们很容易推卸责任，然后怪罪别人。だから女の人が旦那と喧嘩するときに何かあったら。所以老师说，我们在座有很多女众啊，当年夫妇吵架的时候，都是先生输，是吧？都是先生输，一定是太太吵赢的、啊。哈哈哈哈哈。老师说这是真的哦。
那个男的他们我那个女人は35の癌という特別の癌を持って、はい、女の人はもう一つ大きな輪をかけて助けてくださる。35の癌というのがね。对啊，跟女人吵架一定吵不赢女人的啦，所以阿弥陀佛才为女人设了35愿，特别为女人设这个愿，就是因为女人比较难过。我的外婆在讲，我是说这个不是故意笑你们啦，这个是实在的事情。那个人生の中で女の人と喧嘩したら男必ず負ける。对啊，老师说这个是不是林老师讲过的话？这个在这个人生里面啊，有三种你打不赢，一个就是女人，跟女人吵架一定是输给你。哎呀，我在书店里又不意外的。女人は勝てん。好，女人は勝てん就是打不赢，输给女人。女と喧嘩せないよ、女と喧嘩だって勝てへんとよく言って。所以那个瑞正老师就跟老师讲，他说千万不要跟女人吵架，跟女人吵架一定输给女人，打不赢，因为他们无理呀、啊。我理解。女のしこりが残るだけやで。老师说。那些老师跟因为老师也是人众嘛，他说你千万不要跟你老婆吵架，因为他说你跟你老婆吵架，剩下就是烦恼而已。所以有这个难度的哟。好，老师说有这样的世界哦。好。所以嘛，我们一做。哎，老师说讲到这里，给你笑一笑比较精神。何かあのご質問ありますか。はい、老师说有问题提出来。阿芳，因为我哋要念两下阿弥陀佛会喊嘅，会掉眼泪。哦，为什么念佛会掉眼泪？对对。先生，阿芳さんです。なぜお念仏唱えたら涙が出てくるんですか。お念仏はね、お念仏のもとはね、阿弥陀様のお慈悲なんや。老师说哈，我的慈悲いっぱいや。老师说，我的心いっぱい。老师说，为什么念佛会哭呢？因为这个念佛，这个念佛那个佛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佛的慈悲心，啊，来自于这个慈母心，啊，就是他这个念佛名号的当下呢，啊，这个佛名的当下呢，他是充满慈母心，充满这个慈悲心的哦。もう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かわいそうやかわいそうやって言うて、阿弥陀仏が、いつもそればっかり思っておられる。そういう阿弥陀仏の心がね、南無阿弥陀仏と唱えると、それで伝わってくる。那么老师说，当我们去感受这个慈母心慈悲心的时候呢？我们每句念佛，你叫你叫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通过这个名号啊，老师说你会可以感受到阿弥的慈悲心、慈母心。那什么是阿弥陀佛的佛心呢？阿芳好可怜呐、啊，我不忍心阿芳再继续在这个三界流转呐、啊。阿芳啊，赶快来给阿弥陀佛救度啊！啊，不要再让阿弥陀佛为你操心了啊！好、啊，当你感受到阿弥陀佛这种慈悲心的时候，自然而然眼泪就要掉下来。阿弥陀仏と言うたらね、自分が何か言うことをしているぐらいに思っておったら大きな間違い。那么それは阿弥陀仏の、お前はかわいそうなやつや、お前はかわいそうなやつや、わしがついて守っておるのよと言ってくださる大きな阿弥陀仏の心が声になって、私の上に南無阿弥陀仏と響いてくださる。看不到自己恶的人呐、啊，看不到自己是烦恼、业障深重的人呐、啊。他念佛的话，他就会我在念佛，我有念佛，然后就以自己有念佛自满呐、啊。这样的人，他念佛，他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佛心起相应呐、啊。那么跟这个不同的是呢，真正是这个弥陀回向念佛的人呢、啊，当他念佛呢，会不知不觉哈，但不是每次啊，哈，不知不觉会掉眼泪下来的人呢、啊。那是因为你感受到是阿弥陀佛不忍这样业障深重的我
好，再继续造业，好，再继续流转下去，好，要把连我这样这么罪恶深重的人，阿弥陀佛都要把我们救回阿弥陀佛的国土去了，你如何能够不掉眼泪呢？先生，阿弥陀佛主啊，慈悲の眼を持って、私を一人ものように可愛がってくださるその心が南無阿弥陀仏です。それが私の心に移って南無阿弥陀仏、南無阿弥陀仏と念仏させてもらうんです。自分が言うことしてると違うんですよ。那么老师说呢，那个阿弥陀佛呢，他是佛性呢，他的慈眼是我如意子啊。我们说很像阿弥陀的多生子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哈每一次念佛都有这种心的话呢，自然而然呢，你会感到惭愧，也会感到很欢喜啦。那欢喜当下也有惭愧啦，好，惭愧自己这么不好，阿弥陀佛都不嫌弃我，都要救我。好，那么跟这个不同的是呢，如果忘记自己是那个罪恶，罪恶这个业障深的众生的话呢，会念佛，他就以为自己有在修行，我就认为自己很有修行，自己会念佛，那那么的心的话呢，就会跟阿弥陀佛心会不起相应啦。次元を持って水を流すことを平等にして石のもとと、これが阿弥陀仏ね。次元、慈悲の眼を持って慈眼、老师说阿弥陀佛最了不起的地方用慈眼、平等的来看我。そうすると一人も如来様の一人ものようにしか見えない。那么老师说呢，我们每个人在阿弥陀佛的眼睛，佛眼来看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独生子哦，独生女哦。この次元を持て、理想を直すことを平等にして一緒のもとに、我々極大慈悲門に奇妙をし、来世立てまつると、これが原神化生の。就是阿弥陀佛用这个慈悲眼呢，是我如意子啊，这种平等是我如意子的这种佛心呢，那才让那个这个圆心和尚啊，那个我闺蜜哈、啊，那个极大慈悲母尊有没有？就是因为他有感受到阿弥陀佛是这样的佛啊，親鸞聖人や原神化生のお念仏はね、自分が念仏し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そんな思いはあらへん。阿弥陀仏から二六時中かわいそう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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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言われておるこの私でございますという。だから全てが喜びと懺悔になってきておる。歓喜と懺悔、歓喜と懺悔が本当の念仏なんです。爸爸老师说呢，这个清凉圣人也好啊，圆心和尚也好呢，他们的念佛呢都是弥陀来呼唤我的念佛，弥陀回向的念佛啦，所以他们的念佛那个当下就是说呢，阿弥陀佛二六时中都悲悯着我。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被阿弥陀佛悲悯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那个念佛呢就会充满这个忏悔啊。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阿弥陀佛来救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好，我们业障深重，我们那个烦恼具足，阿弥陀佛都连我们这样子业障深重的人阿弥陀佛都要救我，这样自然而然的我们起这种忏悔呢，感到那么呢感到忏悔的时候又我欢喜。为什么？因为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够得救，你怎么如何不欢喜呢？所以老师说真正的念佛是什么呢？真正的念佛忏悔跟欢喜。だから阿弥陀仏をね、慈悲の涙で流しているのは誰かって、私なんです、だから阿弥陀仏が私のためにいつも泣いてくださっているんです。那么老师说让这是谁啊，老师说我们要知道是谁，是哪个家伙让这个阿弥陀佛留下这个慈悲的眼泪的呢？老师说让阿弥陀佛留下这个慈悲眼泪的家伙是谁啊？就是自己啊。だから
连续我们有腰酸的，说不定那我们到注意那个啦，那面那的染的ばっかりが出てくる，染的の涙になってくる。对，所以老师说，会就是说，当你念佛的时候，自然而然啊，不知不觉你就是念念声名常忏悔。念佛就是我在有苦就是念，そんなものあれあったら。我这么那么如果呢，你不是念念声名常忏悔呢，自己念了几声的佛，就以为自己很有修行呢，这样的人都是邪见骄慢啊，邪见那样的念佛都是邪见骄慢的念佛啊。そこまで阿弥陀仏が私のパパでありママであるというところへ身をつけさせてもらう、身を覚ます。それができなかったら仏ですとは言われない。那么老师说什么是佛弟子呢？佛弟子就是呢发现原来阿弥陀佛是我的大慈母啊，这个才是佛子的自觉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だから阿弥陀仏に我長い同士の私です。昔の昔から。この阿弥陀仏を長しておる私を長されながら私をついて回って大事にしてくださるのが阿弥陀仏やから。そこで本当の親心というものを。を開き直さないかん。念仏として私言うことしてる、これで極楽行くんだと、そんなこと言ってたら大天狗です。那么老师说，当我们念佛哈，你有感受到呢，原来无始以来呢，让这个阿弥陀佛悲泣的人就是我，那个我们说的罪过祸所就是自己的，这样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每次念佛他就常忏悔了，因为原来老师自己让阿弥陀佛为我操心，好，让阿弥陀佛不断为自己操心的人就是我。那么你如何能够不忏悔呢？老师让那个爸爸妈妈为自己操心，你做孩子的人如何能够不忏悔呢？看谁谁。耶。那啥，そこで問題はまだ出てくるはずない。嗨，老师说听到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哈，就是有问题了哈。老师，能不能这样讲？就是说，刚才他提的这位师姐，能不能说这个人会流眼泪，念佛的时候会眼泪？他就是说以前是跟弥陀是不是亲近过，有念佛？先生，さっきアホンさんの質問のと関連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念仏してる時にわけわからず念仏が出てくるのは、それは過去世にこの阿弥陀仏の教えを受けたものがあるから、お念仏してる時に知らず知らずに涙が出てくるのですか？そして、阿弥陀仏の御恩を忘れておるからね、大きな御恩の中にいながら、その御恩を忘れているところに、この子から懺悔の心が催されてきておる。那么老师说呢？阿弥陀佛的事情，阿弥陀佛的功劳。刚才讲的对，因为过去是有温熏习做过弥陀的教法的人，他这边在重温，他会掉眼泪。那么为什么会掉眼泪呢？因为呢，当他念佛之后呢，他才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忘恩，忘记阿佛恩，忘记阿弥陀佛的恩啊。所以这样子念佛的人，他自然而然会有这种忏悔的心出来。だから信頼君は「歎異抄」の中にね、たくさんの国をおのおの14カ国の境を越えて、命がけで私のとこに聞きに行けなかった、その志は、そういう日本上極楽のためへと、しかしその往生極楽の道を自分が訪ねていくなん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考えるというのは大きな間違いやと。極楽の道なんていうのことがあなた方に一足しか歩いたことがあるのかと。何にも歩けてないぞ。わしもそうやと言って、みんな
有这个。第二个呢，一本我们国内民主化的这部分内容，我再不信了。因为国内民主是搞了的内容，我再不信。所以我，俺们在武装啊，可爱说你，这有这我们国内民主，一个就是共产党做事情的那点路，その大きな個人の心に目がつかんのかって言うて、いうところを親鸞聖人が「歎異抄」でお弟子を戒めておられる。その各々10カ国の境を越えて信仰を顧みずして単に来たら決めたものを向こうで、そういう王女を愚かな道を遅い感がためになる。しかも二年仏よりほかに、その道何もないように思って。自分がその道を行こうなんてして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まりにも我が身知らずやと、我が身知らず、自分がどんな人間どんな生き生きしてるかって、那个这个是老师说呢，その頭を張って張ってやな、ポカ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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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に張って、それで横出して、で自分中心での人生ばかり愛に一人やろうが、それがもう大昔からそれやないか。ほんとは頭叩いたら叩かれるというこの防衛がもうできとんねん。那么老师说呢，这个歎異抄，老师刚才就是念了一段很长，那个就歎異抄第二条啦，那个第二条，那个他说呢，有很多人就是说很多同门啊，这个穿越十几个，因为当时以前那国家没有统一嘛，穿越十几个那个国境啊，然后千里迢迢不顾生命的危险，千里迢迢来向那个亲鸞圣人求法他们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要问这个如何才能够走这个往生极乐的路啊，那道了。如果就是为了要问如何能够走这个往生极乐的道啦那么居然圣人就告诫他们呢，就是说呢，你以为这个往生极乐的道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已经知道南无阿弥陀佛，可是因为他们那个南无阿弥陀佛，他们没有感受到那个佛心，他们以为这个南无阿弥陀一问还有就是说别的路别的妙法奥义可以走这个往生极乐，因为他们不相信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那么亲鸞圣人呢，他就说了，你们以为是自己的两条路可以走这个往生极乐的道了吗？难道你们不就是说没有发现到，就是说为了生活，从你有记忆开始到现在你都在做什么事情老师刚才就拿了那个棒子，有没有？老师说为了生活，我们都不惜把人踩到脚底下。为了生活，我们都不惜牺牲别人，就不惜去欺骗别人，不惜去伤害别人，就是为了要活下去，那么老师说，只要我们有打过人家一次头的话呢，你要被打的那个业力就出来了，跑不掉，那么无始以来我们造了多少的业力？你这些业力你都忘记了吗？你以为你是一个大善人吗？你以为你是一个大修行人吗？老师说，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自己是如何的业障深重，所以我们都以为是自己的脚可以走在往生极乐的道。那么那个居然圣人就说，凡夫人如何能够用自己的脚去走往生极乐的道呢？不可能的，是南无阿弥陀佛来当我们的脚，带我们去阿弥陀佛的国土的哦。そういうところからね、念仏の不動ということ、自分が念仏して英語としていくと違う、阿弥陀の不動やと。对，老师说呢，这个念佛的功德有没有？这个念佛的功德不是说自己有念佛就有，这个念佛的功德不是自己的功德，是南无阿弥陀佛，是这个名号，是名号的功德，是名号的功德。だから何でここ書いてる念仏はただこれ皆の不動機、さらにもう無論の行に無論に現ず、
他如果愿意，你能给我看到的是对，这个很重要哈。我就能在乎我不，所以你过来，那个，那你关心哪里个？可是纯觉上人的廖耀昌里面的话哈，这句话非常重要哈。谁来帮我擦黑打一下？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德。